听说锦城新调了一个师长，啊？什么来头？具体还没有消息。我不会跟灯塔有关。也有可能是对付日本人的。别猜了，等上级的消息吧。哎，对了，我后天要去上坟。后天？好，那我跟医院调一下开会的时间。谢谢你啊，老梁。 爹、正南、燕城、小云，你们都还好吧？终于可以安定下来，才能踏踏实实的给你们上炷香。不过墓碑暂时还立不了，请你们谅解一下。 我现在是锦城医院的大夫，是老梁的夫人。不过这个身份是假的，工作需要。你可千万不要发脾气啊！老梁他对我很好，像亲哥哥一样照顾我，你应该感谢他。 其实我本来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人往这儿一站，就……这些年我过得很充实，认识了很多人。 学习了很多新知识，老梁说，我比原来自信了，成熟了，更勇敢了。你高兴吧。可我宁愿还是原来那个。 一直被你宠，被你疼爱的金鱼荣，正南，我觉得很孤独，我一直都在想你。 每一天都在想你，真的很想你。朱师长，卑职
特务处警政站站长陈副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这位是路飞牙情报处处长，哦，你好，欢迎。哈哈，这是我是他的未婚妻盛娇娇。哈哈，盛小姐说笑了，她是中央日报的记者，专程过来报道抗日战况的。哦，盛小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主持人，请您请，请。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，新派任锦城的那个人，什么师长？昨天上任了，姓周，据说是一个抗日干将，南京方面很欣赏他。昨天卫生局的韩局长跟我说，这一周要举行一个酒会，锦城各界的人都邀请了，咱们医院只派咱们俩去。你就代表我去吧，我不喜欢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。你以为我愿意去啊？这是工作。什么工作呀？又不是组织安排给咱们的。金玉荣同志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，又是党小组组长，我就代表组织，我让你去，你就必须得去。好好好，领导。灯红酒绿，装修奢华，哪里像是要抗日打仗的样子？这新来的师长是什么来头？这就是上级要我们摸清楚的底细，特别是他对抗日的态度。那是锦城物资局的局长，我去催一下医院的那批药品。张局长，嘿。好久不见。这么一大片樱花林，北京哪来的这么一大片樱花林啊？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地方？这么美，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。宴会就要开始了，咱们过去吧。好。各位，各位，大家请安静一下。啊，首先呢，感谢大家的到来。今天晚上这个酒会呢，是为了欢迎我们锦城新上任的师长周雨婷将军。周将军屡立战功，又是冯司令的得力干将，现在能主持我们锦城，实则是我们锦城百姓之福啊。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周师长。
大家好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能给我周某一个面子来这个酒会。初来乍到，能在这儿见到各行各业的重要人士十分的难得。我是一名军人，能得到冯司令的赏识是因为我仗打得好。刚刚有几位记者朋友问我如何看待中日关系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，我在北上锦城的路上看到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日本兵横行跋扈，我的态度跟每一位中国军人的态度是一样的，那就是驱逐日寇，还我河山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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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得好。但是，我们的敌人很强大，抗日不是我周雨婷一个人能做到的，届时还需要各位的鼎力相助。好。各位，周师长说的对呀，这抗日卫国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今天晚上的酒会呢，为大家准备了最好的红酒，最动听的音乐，希望大家今晚能够吃好喝好跳好。下面我宣布舞会正式开始。好，好，好。
梁夫人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可我却没有印象。你是说我像你认识的故人吗？不怕你笑话，就是现在有故人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恐怕都认不出来了。以前太多事我都不记得了，因为我的头部受过伤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真的不记得那些人了。我现在唯有用我这七尺之躯，保家卫国，才能护得到所有人的安康。身体不太舒服，告辞。不是真的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但是他还活着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我不高兴，因为他已经不记得我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虽然以为天人相隔，可我心里一直都装着他。我每一天都盼望着他还活着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跟我说话。他说他叫周雨天，可是他说话的语气，看我的眼神，就连跳舞的姿势都在告诉我他就是赵正南，这点我深信不疑。还有盛娇娇为什么会在他身边，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，我特别想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特别想问问他。玉荣，你冷静一点，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就是赵正南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。很显然，他已经失忆了。
而且他现在是国民党派到锦城的新师长，你别忘了我们现在的身份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这个新来的周雨婷是个人物啊，派人给我盯紧了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锦城地下共党分子那边有什么进展没有？有一个小头目已经被我们的人盯住了，抓回来看看能从嘴里掏出点什么东西。雨婷，喝杯咖啡，醒醒酒。好，谢谢。这里真不错，看来前任师长花了不少钱。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抗日，但这个师长府铺张浪费，就是他贪污的证据。你一向最讨厌铺张浪费，为什么要同意办这场酒会？因为冯司令来之前跟我说过，说锦城内部盘根错节，十分复杂，我就是要会会各界大佬，看看这锦城谁有多深。怎么了？着凉了？这可不比广州啊。没事儿，就是受了点风寒。哦，南北气温温差大。对了，不然明天我带你去锦城医院看一看。今天不是刚好认识了梁副院长夫妇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带了药。那对夫妇看起来挺和善的。是，还很恩爱的样子。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到他们，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好像是多年未见的朋友一样。从我失忆以后，以前的很多事和人我都记不起来了。如果是老朋友，他们肯定会记得你啊。雨婷，你不是答应干爹今天晚上还要跟他汇报情况吗？你别忘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那我就先睡了。好。是，司令，我知道了。雨婷，我不敢一个人睡，我害怕。警卫都在，我也在，你怕什么呀？这二楼空荡荡的，我不敢。那你在这儿睡吧。真的？嗯，你不是害怕吗？嗯。
雨婷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嗯，好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隔壁书房看看文件。说到底，你还是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不行，我要你陪我，我害怕。我就在隔壁，你安心睡。 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？我一直都以为你已经死了，而现在你又站在了我的面前。今天见到你，我本应该开心的，可是你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甚至忘记了我。赵正南，你怎么就把我忘了呢？ 医生，嗯，门口有位小姐在找你，你去看看吧。哦，你先忙吧。你是？ 好久不见，盛小姐是来看病的，那就跟我进去吧。你知道我来找你不是为了看病，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郑南，我也就没什么好瞒的了。当年因缘际会救了他，可没想到他醒来以后就丧失了之前所有的记忆。 我原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你，可上天好像偏偏跟我作对，在我会上又遇到了你。金玉荣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就当我求求你，不要再见他了，好吗？盛小姐，你说笑了。我现在是梁夫人，周先生的事儿。 早都过去了，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不是来看病的，那我就回去了。我后面还有好多病人呢。告辞。那烦请金医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
去，别打扰老子睡觉。你。干了、啊！来来，吃吃吃，这个吃，喝一个呀！来来，误会是666，哎呦，让喝吧！啊！你谁呀、啊、你？在这乱开枪？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不是你是？这位是新任22师师长周雨婷将军。长官好。你看看你们这帮人。就是这么做防务的，是不是等别人打到头上，你们都还不知道？师长，咱们不是等撤退命令吗？这做做样子，不至于吧？您说对不对？谁跟你们说要下达撤退命令的？咱们都心知肚明啊。这你可以问问弟兄们，谁不知道国民政府不会对日本人开枪的？长官饶命啊！长官饶命、啊！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你们这帮人都给我听好了，我限你们今日之内给我做好备战准备，谁再提撤退，军法处置。是是是是是。还有你，军纪涣散，军心不定，跟你这个长官脱不开关系。来人呐，给我张嘴！来人！哎呦呦，还不快动手！师长，您是不是又头疼啊？去医院看看吧。没事儿，老毛病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前面就是锦城医院了，还是去看看吧。不用了。这位是梁院长的夫人，金医生。好，还是去锦城医院看看吧。是。金医生，我们师长要您给他看病。怎么是你？梁夫人，我这个头痛反反复复好多年了，您帮我开点止疼药吧。哦。这样疼很久了吧？我建议你拍个片子，看得更清楚，方便对症下药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这是顽疾，你帮我开点止疼药就行。止疼药治标不治本，我建议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你这个医生，我们师长让你开药你就开。好了，你去外面等我。是。梁夫人，别见怪。那我先给你做一个初步的检查。我这个病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，一直靠药物挺着。改天我过来找你，好好检查一下。别改天了，生病是大事，别拖着。我今天就安排人给你看一下。好，那都听你的，梁夫人。在医院就叫我金医生吧。好。止疼药我给你开了一些，拿回去适时的时候吃，别产生药物依赖。我今天再给你打一针，见效快。那就太好了。
这些年，你一定受了很多苦。我理解你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会冲上去和他相认。但现在我们身背任务，不搞清楚他来锦城的目的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啊，金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我睡着了。啊，没事，我看你也很疲倦。怎么样，还疼吗？啊，不疼了，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。嗯，报告出来了，跟脑部受过伤有关系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，只能定期来做检查。嗯，止疼针也要少打，会有副作用。总是这么疼，一定很难受吧？我是当兵的，受过不少伤，这点疼，只是家常便饭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我难过的是，过去发生的人、事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啊，不说这些，今天还是谢谢你，我真的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。其实我也不是脑科医生。下次给你找个专家来看看。嗯。对了，我们上次共舞的时候，我感觉你特别的亲切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给我看病的时候，我会感觉特别的安心、踏实。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。谢谢你能这么想。哦，好，那今天谢谢你，我先告辞了。对了，金医生，我想知道你的全名。我的名字？这世上有千千万万个金医生，但是我想知道你的名字。我叫金玉荣，金色的金，玉石的玉，芙蓉的蓉。金玉荣，我记下了。自卑。
却却匆匆一眼，相隔千遥，碧处雨落灯火，碧树云卷翘首，奈何一。